kita sa weather, guys. Catch
澳门也有万里长城。不知道我们游客朋友们到底知不知道位置在哪呢？无人机慢慢上升，好似一条彩色的丝带在空中飘扬。这条纽带有没有带我们去参观的景点呢？Again and